特地从天津过来坐这趟首航航班的。这个座椅它这个不管是宽度还是前后的这个间距都比较大，感受非常好，非常高兴，非常激动。我也是特意来坐的，我呢姓商，是中国商飞的商，然后我的生日恰好是9月19，很骄傲。97C929出来我也会坐的。针对919机型，我们在餐食上是有一些特殊的标识 C919 新航程新期待，同时在餐盒里面也有特殊标识，在餐食里面对蛋糕这一块我们也有 C919 的特殊标识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ate'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